Fields 是一款占领地盘玩法的对战游戏，玩家要互相比拼，看谁在用尽手上资源后能够获得最多的分数。只要将卡片放在有分数的地盘上，就能够取得该地盘的分数。在摆放时还可以决定卡片攻击的方向，攻击敌方卡片可以让它损失一格血量并返回敌人手上，但如果选择攻击的方向是我方地盘，则地盘的分数会加一。要注意的是，每个卡片只能攻击一次，如果想要再次使用相同卡片攻击的话，可以使用返回技能让卡片返回到手中，或是再出一张卡片去攻击，这样就可以让被攻击的卡片回到手上，并在下一回合时使用。只要双方的手上没有卡片可以用，或是所有地盘都被占领时，游戏就算结束，而分数较高的一方就是最后的赢家咯。